经常参与户外活动及带领户外教育的朋友们，大家好。那台湾外展教育发展基金会 Powerbank 台湾，我们在3年前做成了一个决定，我们希望每一年都能够举办风险管理论坛，那或者是体验教育的工作坊。主要我们是希望能够把一些风险管理的观念以及管理的一些内容能够介绍给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们，那经常带领户外教育的老师们，那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提升风险管理的意识以及能力，甚至我们能够提供各个国家外展学校 Powerbank 的一些经验，我们主动来分享。那这不外乎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台湾风险管理的一些能力，以及让我们一起尽情的带领学生青年朋友到户外去，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们能够平安的回来。谢谢。